上进行二分之一杯跳远大赛，分为欧美队以及亚洲队，双方进行跳远比赛，最后总结各选手距离，究竟哪边的运动神经会比较好呢？设备就在这里啦，很简单，你看一开始就是醋饭嘛，醋饭然后包一点海苔之后呢，沾一点面粉，它就勾起来了嘛，勾起来了以后，它整个就可以出来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就是一个回转寿司的概念。我基本上觉得这个没有太大难度，是因为它的健康步道摆在第一块。是，我想除了杜丽之外，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挑到很后面吧？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至少我可以挑到前面这个黑色的好吗？那个也不 OK 哦。哎，法比欧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有点难了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你觉得你可以跳到多少？两百二。那很厉害啦！220在那边，对，所以我不要。人家已经呛到220，这边完全鸦雀无声。因为我们做不了。其实我们不太会玩，但是我们会赢而已。我们这一队有黑人哦，有黑人，没有用的黑人，帅的黑人，没有用的黑人。如果输的话，再可以来变你。哎，如果比赛吃汉堡，你们赢定了。但是今天是跳舞，我觉得有点难。那你们要派？你们派出来的是欧美队派凯杰，好了，凯杰，你觉得你可以跳多远？啊，我觉得至少达到350吧，这三十五，三十五。立定跳，那你们先呢？对，你等一下在空中做一个飞踢再过去。他刚卡卡那是老人卡吗？没有，他是把卡榫打开了。卡榫打开，好厉害哦 ！OK。谐音在这里。OK， 没有，因为刚刚这是我跳的 timing 不对，但是已经应该跳的很 OK 吧？对，哎，只差10公分就到250了。OK 了，还不错。所以这边要240，所以凯杰，你觉得你会赢过他吗？啊，这么不赢差嘞，差这么不行的。来，你都还没跳。我们以前脚为主。好，前脚跟的哈。来，凯杰，第一次跳，小心。OK， 这个很明显，2米2 OK， 我们以前的脚跟算对，2米2，而且我们这队没有女生的话，不要说我们欺负欧美，是就配杜丽，杜丽 OK 的 ，OK 差不多，杜丽，对啊，哎，上面一次你杜丽相不相信我至少可以到的，拜托你跳过90好不好？拜托，杜丽，如果你超过200，我送你一瓶 whisky。安全。那等一下立定哦，来，女生先跳，我们加油。我很烂哎。不会了，没关系。小心，安全第一。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都还没跳出烂。对。快进。不错。举脚。杜丽不能助跑，立定跳。对啊，她立定跳，对。哎，我应该会过。她不是要跟马比150，她是要拼200。我赌你连我都赢不过啦！你赢我的话，我送你 whisky。哎，加油啊！哎，这下就两瓶了呢，就贵。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你自己来啊！你自己的 tempo。OK 吗 ？OK 吗？如果量前脚的话，超过300哦。就是屁股的位置，不对啊，第一次出去，你看我的脚都到了，没有，都是靠屁股啊，跌倒要看屁股。我真的是到了，你看我的脚，它开始变白了。在这边呐，哎，对，都基本上是跌倒，就是算是屁股，算屁股，对啊，而且手有撑算跳失败。哎，我是为了拿2瓶威士忌，把我自己弄受伤了。你要再一次，好，不能跌倒。可是这个没有粘在一起，没有，他就直接跳这里的米数好了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大家一起看。鞋带掉了，鞋带没有鞋带，这个会不会滑倒啊？那个杜丽加油，小心哦！170，200啦，有200啦，200，有啦，有两两百啦，有啦，200，恭喜杜丽获得 whisky 2瓶，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到底有多爱喝酒的？
家伙，丢高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杜丽已经疯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到此为止。OK 啦，那所以我们要来公布成绩啦。那我们亚洲队呢，分别是240跟150，一共390啦。欧美队呢，220跟200，一共是420。所以我们欧美队险胜。我有说险胜哦。没有啦，问题就是说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了也是要刺激杜丽，让她可以再努力的动运动，瘦下来。是，对对对。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我们非常下次见，拜拜。